感谢你的订阅与分享，是高雄乔登拍更多影片与大家分享的动力。
固定架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用吸夹找一个地方把它固定起来，然后这边做好像锁上去，锁好之后再来切割。这个模具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卡住这个玉片哦，没有这个固定的话，基本上很容易左右不平衡。锯起来就不会直，就歪歪斜斜。我尽量架高一段落，安尼固落，伊安尼串，伊安尼串，我一定要架高一段落。会使小阿起，啊，不过袂使起伤济。高一段落，伊就愈会爱着烫过啊，烫过对无？还佫起来，边仔无收着，还佫愈落。先开人中，卖开边啊，中先甲正面，正面边啊，上边边啊，佮中个点啊去。你小啊夹布，夹布即个迄落卖超过梯啊，来做头前佮堵落就会使。堵你用小啊粗粗把去，毋免正到十度，小啊粗一点堵落。我即边安尼，你安尼就用靠人遮来堵落，主要是即个咧。这个咧套是伊套头前，它慢慢刷一下啊撸撸，伊刷一下有无？伊个骨啊，你也伫遮个骨边啊，你也伫个遮伊是伫个磨边啊呢。到有阵时撸落，撸落你用小我调看我边，免真正完全九十度，啊完全九十度嘛无差，伊会甲你错，伊错到尾也是轻无。轻了了起来，它个刷，它个撸撸，你也袂迄落，你有对这边